对斜步。好，你一开闸生生性性啊慢咗少少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见到中间红砖勇士啦、城中霸啦、内栏仲有星河战区啊，外边咧就笑傲成功啦，最出黄衫劲飞醒啦，白臂姑咧咁啊仲有第六位啦，就系、是、揽掌天下，咁啊再后一层啊嘛，中档太阳多多就白衫蓝眼罩嘅，内栏咧咁啊红衫蓝帽咧仲有生生性性出边啊得上啊，大约尾五组咧精选直前，尾四红衫白帽天地同心啊，后边三只飞同凡响赢哥同埋咧就嗰只彪形铁汉嚟。咁啊，轉呢個香港體育冤灣啊，笑傲成功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跟住第二位有勁飛城啊，守住第三內欄啦，就城中霸啦，第四位咧咁啊，仲有呢只紅磚勇士啊，第五位淺藍衫藍帽內欄，咁啊就係呢只咧咁啊星河戰區啦，中間藍掌天下啦，出邊灰馬仲有精選直前啊，再有一層內欄紅衫藍帽嗰只就生生性性啦，中間藍眼罩白衫太陽多多大愛當咧就係得上嗰啲馬，好啦，正正係直路，前面偷出仲係笑傲成功啊，城中霸咧就開支上。上嚟啦，入边悭咗啲威嘅马，分别有星河战区啦、生生性性啦，外边追啲嘅马咧，仲有只得上啊，兜到嚟追有二百零米啦，笑傲成功仲系占先啊，中档位置红砖勇士上紧，内栏追紧咧，仲有星河战区生生性性，出边天地同心亦都上埋嚟，最后五十米到天地同心外边咧就已经冚咗上嚟，埋边上嚟嘅马咧，仲有星河战区接近终点，天地同心赢啊，星河战区咧就应该系跑第二。第三名咧，埋邊係嗰只生生性性，咁啊同埋中間位置咧，笑傲成功啊、紅磚勇士啊都要影相啊，咁啊結果呢只天地同心真係擺咗莫雷拉上去就贏啦。跑第二名嘅馬，星河戰區機會似乎高啲。第三名咧，生生性性、紅磚勇士兩匹馬影相。真係個配搭方面啦，今次擺莫雷拉贏馬，天地同心贏，跑第二名，睇嚟啱啱轉馬房嗰匹啊，星河戰區。